就这点本事，你的垃圾傀儡术呢？好，就让你见识见识加纳国秘传傀儡术。这就是你的傀儡术。让你见识下他的厉害。什么？放我出去，夏紫薇，你个混蛋。没用的，就算你爆发十倍的力量也打不开的。走起。你等着，这次我没准备好，下次一定打败你。我等着你的灵石。那个灵燕肯定以为自己的储物手环炸没了。有了这些灵石，我的终极傀儡终于能动工了。